果您患上了新冠肺炎，获取药物治疗将可以帮助您的身体战胜病毒，由此您会更快地好转。该药物疗法包含单株抗体治疗，可用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且有轻微到中度症状的患者，他们可以防止您的症状转为重症，从而不得不去医院求诊。您仅能在出现新冠肺炎症状以后的头十天以内接受药物治疗，因此尽快行动十分重要。请访问 health.mn.gov/covidmeds 或者与您的医生沟通，以确定您是否合符资格，并且寻找一个您家附近的诊所。您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之间拨打明尼苏达州的协助热线1-800-657-3504来与诊所取得联系。